神尊，十三到现在都还像在做梦。神尊，你竟然真的醒过来了，真的是老天有眼，天有善人。神尊为何这样看着我？你算了，神尊想说什么？不必再说了。神尊有话请直说。十三自从化为人形以后，就一直在神尊帐下当差。一路从小兵做到了左官，神尊的话就是十三的天。神尊只要一声令下，十三一定赴汤蹈火，披荆斩棘。把珠花给摘了。是。啊？把胭脂给擦了。为什么呀？以后在我殿中行走，打扮素气一些。我不。人家别的仙子都是这么穿的。别的仙子以前不长胡子，也舞不动四千斤的混金丹。起来。有件事要你去办。神尊请说。我要你去帮我看住一个人，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汇报给我。这怎么看都只是一个普通的绳结啊，既不是法器，也不是什么天才地宝，还非得跟我要回去，小气！就给，就不给！十三姐姐，你来啦！你手里拿的什么？什么什么呀？我出去干活了，回来。干什么？你很可疑。啊！你现在立刻马上收拾东西搬到我房间去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跟我一起住。为什么？你敢不听命令？我不能跟你一起住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男的。胡说！哪个大嘴巴告诉你的？神尊说的。我听见他叫你石山，石头的石，山峰的山。哪个女人能叫这个名字？石山是我以前的名字，所以说啊，你以前是男人，这男女授受不亲的。我这年轻貌美的女神仙，怎能跟你共居一室？你不搬是吧？打死都不搬。好，你不搬过去，那我就搬过来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我睡觉很吵的。打呼磨牙说梦话，你有点心理准备啊？我以前做南郊的时候，在神宗麾下当过兵，一个营房上百号男人我都受得了。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。嗯？我要睡觉了，你能不能别老盯着我？不能。
神尊为何要监视我呀？还派一条鱼来，这不是瞧不起人吗？要不是我，你还在那长生海里乘凉呢，真是好人没好报，祸害万万年。我爹说的没错，人心险恶，世道艰难。生存。